人具足了信心，你已经成就90%了。啊，太重要了。这个不能不知道，不知道我们做事力度用不到点了，偏了。啊，你真正都通达明白了，我们这个力度用到点。啊，要在孝字上用功夫，要在敬字上用功夫。要在诚字上用功夫，啊，真诚的孝心，真诚的敬心，我们这个足根扎得稳了，啊，成就就不可思议。啊，这两个字是大学问，讲一辈子都讲不尽。古人讲到究竟处，有一丝毫的疏忽，有一丝丝毫的大意，都是不尽，都是不孝。啊，心要细密，无微不至啊，方方面面都要想到啊，方方面面都要照顾到啊，这真不容易啊！啊，小心翼翼啊，奉事父母。啊，奉师师长，同样一个道理，父母对儿女照顾真是无微不至，用心细密，儿女跟父母比差远了。啊，一般人常说，如果能用照顾儿女那一种细心、励志对待父母，啊，这是真正的孝。大孝超过我，对待父母的细心呢，超过对待儿女，这是大孝，这真孝啊！啊，现在这个世间，到哪里去找这个人？那我们如果不做出来，跟社会大众讲孝敬，他没见过，没听说过，他听了也点头，但是怀疑。啊，他也会，这是一般人做不到，自己也做不到。